其实过敏性鼻炎也跟一些其他的病有一些关系。比方说，第一个就是鼻窦炎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一些长期鼻子过敏的病人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啊，好像最近他有这个鼻窦炎发炎了。那其实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头骨里面呢，就是很多空间，这些空间我们就叫鼻窦。鼻窦呢，其实是一些空间里面很多空气的。它们的出口都是很窄的，都是在鼻腔里面。有时候一些长期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，那他们的鼻子里面的黏膜就会比较胀大，胀大以后呢，就会把一些鼻窦的出口就是堵住，堵住以后呢，如果有一些细菌搅进去的时候。就会引发一些鼻窦炎了。那鼻窦炎呢，跟这个鼻子过敏的分别在哪了？就是，如果是有鼻窦炎的话，一般来说，有时候如果是急性的话，它会，病人会发烧啊，或者是，头疼啊，或者是面疼啊这些，症状。还有就是他的鼻涕或者是分泌会变得比较浓，比较黄色的，那就可能是有鼻窦炎的。情况了。那另外一个病跟这个鼻子过敏也很有关系的，就是哮喘。哮喘为什么呢？其实哮喘呢，就是一些气管里面的敏感，就是气管接触到一些过致敏源之后，就会引发一些气管收缩。收缩以后，就是我们就是呼吸里有一个困难了啊。那如果是一些鼻子过敏的朋友呢，他们的鼻子刚才说的，他们的鼻子的黏膜比较肿，它比较肿以后，他们很多时候都用嘴巴来呼吸。其实用嘴巴来呼吸是对身体，就是尤其是对肺部不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鼻子里面有一些鼻毛啊，还有一些鼻子里面的分泌啊，就是我们的鼻涕啊，就是会把一些空气里面的尘埃，就是把它过滤。如果是我们主要是用嘴巴来呼吸的话，那所有这些空气里面的污染物就会直接走到你的肺部，那会影响到你的气管，就会如果是本身这个病人有一些过敏的话，就会引发一些气管里面的收缩，收缩就会引发到哮喘了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治疗鼻子过敏以后，会发觉一些病人如果有哮喘的话，他的哮喘也会好一些的，就是因为他的鼻子比较畅通了，他不再用嘴巴来呼吸那么多了，那也对这个情况有改善的。其实鼻过敏也有两个情况会比较常做手术的。第一个就是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发的，到鼻子里面有一些阻塞的情况，比方说，这个黏膜里面有一条叫做鼻甲骨，鼻甲骨外面就是有一些鼻子的黏膜就是包住的。它有时候如果是鼻子过敏的朋友，它这个黏膜就会胀大，胀大影响到有鼻塞的情况。或者是有些朋友本身就是鼻子的鼻中隔就是比较歪曲，歪曲的话也会影响到鼻子的呼吸就是不畅通。那这个情况的话，那也可以做一些鼻中隔的手术啊，或者是把这些黏膜缩小的手术，把这个鼻子的里面的空间扩大以后就会。他呼吸的情况就会比较改善了。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如果是鼻子过敏更引发到其他的鼻子里面的病，比方说一些鼻息肉啊，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鼻窦炎啊。那这个鼻窦炎如果是因为一些鼻子的鼻窦的出口就是堵住，那在吃药或者是喷药以后也不会也未能。得到改善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，把这些鼻息肉拿走啊，或者是把鼻窦的出口弄得比较扩大以后，那这个鼻窦炎的排放的脓就可以流出来以后，就会对这个鼻窦炎有改善了。以上两种情况就是鼻子过敏通常会做手术的原因。其实鼻子过敏跟这个轻微的伤风感冒的分别就是不很大，因为大家两个也会有一些
鼻涕啊，或者是鼻塞啊，或者是喉咙疼啊。其实过敏性鼻炎也会有喉咙痛的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因为过敏性鼻炎呢，有一种症状叫做鼻涕倒流，鼻涕倒流会引发这个喉咙有些所谓慢性的咽喉炎，所以这个跟伤风感冒来说就是比较难分别的。不过，如果是有两个情况，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分别。第一个就是在时间性方面，如果是伤风感冒的话，一般来说大概是1到2个礼拜。应该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有这个免疫力就是会打走这些病毒啊、细菌啊。所以如果是伤风感冒的话，那大概是1、2个礼拜就应该会好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是长期性的，大概是几个礼拜，好像是好些，慢慢又在复发，那通常都是鼻子过敏。那第二个方法来分别呢，就是有一些症状，就是主要是感染，比方说伤风感冒的时候才会有的，比方说一些传染性的病症，比方说就是发烧啊，或者是肌肉疼啊，或者是整个人觉得很累啊，这些都是伤风感冒的症状，跟鼻子过敏的影响关系就比较小一些。还有，如果是鼻涕比较浓或者是比较黄的话，也都是感染的情况，机会比较大了。那如果反过来说，如果是鼻涕比较轻、比较白色的话，那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机会比较高一些。Fine, Doc. Your doctor is here.